香港真系靓啊！系咩？唔系喎，九龙靓啲喎。啊，系咩？唔系喎，九龙扁踢踢，香港有高又有低，身材好啲喎。系咩？唔系喎，九龙瞓喺度，香港企喺度。咁你话企喺度个女人靓啲啊，定系瞓喺度个女人靓啲啦？哦，咁要睇佢死咗瞓喺度啊，定系合咗个瞓喺度咯？傻啲，你讲乜嘢？你讲乜嘢？我讲日文系咩又系我咯？又话我唔可以讲日文啊！泄露身份，加三万论啊！俾次机会你，讲多次，系咩又系我咯？嗯，以后记住啦。继续做嘢啦，系继续做嘢，系哦，你继续做嘢啦。
慢嘅你。系啊，我阿爸就咁问我。咁你点答佢啊？What's the matter? I feel she's around here. Are you sure? Sure. 咁我哋分头揾路。No. No. Yes. Yes. No. 咁 yes 定 no 啊 ？Yes. 我系话 no。No 都分头揾，原地戒备，以正制动。咁万一佢唔喺附近，我哋咪压招。嗯。我中意压招，你唔中意嘅话，你可以自己查。不过跟住咩啊？压屎啊！条数点计先？系咯，点计咧？嗬，大家咁老友啊？诶，我唔系你老友，我系你老细啊！人生于世上有几多知己，多少友谊能长存？唔好同我讲友谊啊，即系同我讲钱就得啦。James 老板，有咩咁大件事啫？烧 fuel 啫？烧 fuel 啫？系啊！你个脑啊真系烧 fuel 屎啦！你真系乜大冇脑啊！打烂晒啲嘢点计啊？啲客人走晒点计啊？啲人话个场集啊唔嚟，咁条数点计啊 ？James 啊，我警告你啊！第一唔系乜大，系乜好大。第二唔系佢冇脑，系我哋全部都冇脑。而家我同你打紧工啊！唔好同啲咁嘅人嘈啦，佢不嬲都妒忌我哋啲女人嘅咧。你靓妹眉都冇。喂，大家姊妹俾下面算差数啦。姊妹咧就易话为啊，我净系针对佢啫。针对我啊 ？No problem。我话针对我啦，就算针对我、针吉我、针督我、针刺我都冇所谓，唔好同我讲钱就得啦。诶，咁得啦，以后你唔使做佢经理啊，吓我做。哇，你讲嘢啊？喂 ，Terry and the Playgirls 好耐历史噶啦。James and the Playgirls 仲新鲜啦。James， 你太唔了解我哋啦。你跟住佢啊，有乜前途啊？佢帮你做嘅嘢，嘥几千蚊，应该后生都做到啦。系啊，佢而家一个月都系得几千蚊咋，仲包埋作曲添噃。喂，我哋大家出嚟行，唔系讲钱，系讲义气嘅。你想我哋飞起佢，做得出都做唔到啦。唔系啊，做得出就做得到噶啦。不过我哋唔做啫。佢唔明噶啦，你睇下佢又冇波又冇咯。仲要有人做女人，哼！佢点会明白啊 ？Elsie，我不过话你一句乜大冇用啫，你又捉住我做女人嘅心头，你践踏我系唔啱嘅。你践踏我嘅人权，践踏我尊严，践踏我嘅私隐，你发誓事，你残暴魔鬼嘅身材，包住嘅魔鬼嘅心肠，你女人嘅面孔。下面有大男人的心态，我不睬你，我不睬你哋。今晚呢镬嘢，每人扣一个礼拜人工，好啊！点解啊？冇事嘅，我氹翻佢两句点噶啦。喂，唔使现身系嘛？唔使啩？你哋话咧？哎呀看看今次我們真是壓招了，我們周圍找找吧，那就是壓屎。那你去不去啊？唉，你高級過我都去了，我怎會不去啊？哼，哇，這班野都未好過的仲扭架个男仔，唉，唔饮得就冇人饮啦。哇哇，女仔之间有人饮成咁，好彩遇到我咋。如果唔系俾人嗒咗，兼埋去中东都有你份啊。俾啖水你饮啦。都话俾水你饮落嚟。嗱，你嗰度好劲啊！哦，你嗰度好劲噶！我唔知噶，好少人知噶啫。
死人啊，可能谋杀公众啊。阿鹏，你好衰噶，夹埋阿坤逼小平做嗰啲，害死好多人噶嘛。咧，阿希同阿丹俾人害到人唔似人，鬼唔似鬼咁啊。呢个电话揾你噶，阿坤揾你啊。阿坤啊，你仲衰啊！喂，差馆啊，救命啊！有个女人死咗啊！我喺边度？我而家喺 rock bar。你话报警？我啊！你哋警方跑得真系快，唔该晒。咩事啊？咩事？诶，唔关你事。唔关我事啊！我哋老板喎 ，law bar 喎，吓。哦，咁你大件事啊！佢而家报警话你搞真人表演嘛？你死仔，你整我？系啊，我谂你哋搞错咗，我系话真人死咗啊！真人表演表死咗？哎呀，你咪噏得出嚟噏先得噶，你喺度。首先，究竟真人表演表死咗喺边度？唔知啊！我而家告你哋报假案，浪费警方人力物力，跟我翻嚟。唉，咁啊啱啦，阿 Sir， 一早应该咁做咧，咪嘈。你真系 man 嘅啫，咩啊？阿 Sir， 如果我而家讲系报尸体失踪案，咁会唔会大家好过啲咧？报尸体失踪，唔系人人报得噶。你呢度系 van 仔门咋，唔系天安门啊！吓、啊，点解头先你哋唔帮下口啫？即系佢成日都搞笑噶啦，点知搞咩啫？嘿，讲咁多做乜啦？跟住差馆保佢啦。咩啊？去厕所咩？嗰头又嗰头出，食宵夜先。系喎，咁不如瞓醒听朝先啦。或者佢死后唔认报假案，俾啲差佬丙添咧。不如后朝先咧，佢俾差佬丙完实要去医院验伤噶，嗬。唉，咁不如三日后先啦。佢俾差佬丙完实要昏迷三日啊。又系喎，你哋揸主意啦，我冇所谓噶。玩死人咧，食宵夜啦。玩死人咩？守身啊 ！Boss， 我哋冇玩佢噶，我哋真系守紧身噶。系啊，不过我哋乜都守唔到、啊。交俾解剖组解剖，睇下佢有冇吞到落肚。同一时间，24小时跟踪班 band 妹嘅经理人。嗯。刮面起底，我怀疑佢系对方情报组嘅人马。嗯。张底片，好可能系俾佢攞咗嘅。绝对有可能。你怎知道絕對有可能？Boss，你說的嘛。如果我玩的是把刀，扔過來的一定是把刀。為什麼你不玩錢而已？我說是就是，要不要請你們回來做事？我說是，你們要做的就要找足料回來，證明的確是。Boss，我們立刻去。早就應該去了。一碌木咁，想俾我练飞刀啊？吓、我哋落口供啦，好嘛 ？Yes, madam。我真系见到，真系见到有个女人死咗噶。慢慢讲啦，系啦，你点识个女人嘅？我唔识佢噶，我一打开车门一，佢就扑埋嚟揽实我，跟住就话，话我嗰度好劲，又，咁啊玩完啦。佢点解会知你嗰度好劲啊？唔知啊，唔系好多人知嘅咋，你知啦。我唔知喎，你哋当时唔系咩咩咩啊？做紧爱啊！哼，讲两句说话就算做紧爱，咁我而家讲咁多嘢，岂不是疯狂做紧爱？Sorry, madam， 唔紧要。如果你觉得咁有快感嘅，你咪继续讲啊。唔讲啊？点解？你当我变态嘅？你觉得我当你变态咩？唔系咩？
果你觉得有快感嘅，咪继续讲咯。烂身唔嚟专家咁嘅款，估都俾你打爆，烧都俾你吹乱啦。对唔住，我唔应该懒心理专家咁。咁啊唔使咁自责，使乜咁认真啊？系咧，你叫咩名啊？你知？我知，我唔知喎。你知啊？人哋叫我芝子。芝子，知啦知啦。系啦，佢有冇俾过啲咩你啊？有。咩啊？麻烦咯，咁仲唔够啊？仲有冇？有。乜嘢？呢个机会我识到你咯。喂 ，Madam， 你去边啊 ，Madam？ 女人有几分知识系零舍寸嘅，唔好俾我沟到你。咩名？住喺边？衰过未？阿 Sir， 你审犯咩？啊？冇人话你知啊？讲啊！你叫头先个咩名嚟啊？啊？叫鸡啊？有得拣噶？讲啊！喂，哼，唔关我事噶。我下次想揾人去保你都好难啊！我真系见到嘅，点解系都唔信我嘅咧？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，信你，信你得到啲乜差嘢啊？信佢咪有条女尸咯？吓你！你唔系啊嘛？究竟你系戆居啊，定系当佢系白痴啊？唔该你哋啦，炸低信下佢啦。如果激死佢啊，就多条男尸嘅啦。唉，我哋有排客。夹住，你净系臭口草嚟噶，差佬唔炳你，留翻炳你顶啦。做乜咁大火气啫？哎呀，你记唔记得听我哋准决赛嘅大日子啊？吓吓吓！啊，系喎。哼，如果入唔到决赛，你就死。最多咪多条男尸。嘿，呢张边度好噶？呢张仲正啊！哇！彻底啲，睇佢收得去边。架车佢，喂，今日咁样着咧，应该冇问题啦啩？吓，冇理由噶。嘿，我架车唔见咗喎。真系噶，发紧梦咩你？你琴晚仲去玩够咩？唔使咁紧张，参加比赛系我哋，唔系你。黄师傅话：人一紧，伤就铲，身患过噶啦，知冇？黄师傅几时话噶？边部戏啊？黄师傅有99部戏啊，你睇晒咩？实事提实车，嗯，你下次啊，世恒话自己失身噶啦。你乜佢咪俾 James step 咗啦咩？咩话？吓 ？step 我？我 step 你哋差唔多。点揸车噶你？我唔知啊。
我有一波变后波嘅。咁你有后波开车咪得咯？黐嘅，有后波点开车咧？嗱，试俾你睇啦。好唔稳定喎，好似想摆住跟踪啊！高手想甩我哋，不过我仲高招啊！快啲啦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有我人坐你架车都难啊！系我唔系抌咗架车，抌乜你啦？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！顶你十我都抱唔翻啊！我要讲嘅，佢哋都讲晒啦。迟到啦，小姐。又会咁嘅？咩事？乜我哋就坐呢架车嚟噶？我都话你咩事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今日 win 硬嘅，系 win 硬嘅，有砌佢吓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。好像不是很適合是嗎？喂，不想說不是，喂，長髮姑娘，你是你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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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想找到心中多韵，从未放弃，仍要追。只想保障心中多韵，从未放弃。陈大文，系系。大佬，大外边啊，我唔识你哋噶，系咪点错相啊？你哋哑噶？手下留情，我兩兄弟感激不盡啊！中华民国文物保护局驻港办公室组长李平，我响情报界代号系宝岛一号。情报界
我系音乐界啫，应该冇乜关系啊。冇友谊关系，但系有超友谊关系。由你架车有个女人死咗开始。冇啊，我冇同佢发生超友谊关系啊，真系冇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侵略宝岛台湾，抢掠大批财宝文物，战败之后，有关财宝下落不明。事实上，当时负责的将军生系偷查拥有藏宝地图，但系佢听到日本投降，佢就痴咗。最近佢清醒翻，但系已经得咗绝症。佢良心发现，临死之前将藏宝图唯一嘅底片交咗俾我哋宝岛特工队嘅人。死响你架车上面嘅女仔就系负责运送底片嘅宝岛差二号。讲咁多嘢俾我听做咩啫？讲咁多嘢俾你听就系想你讲翻咁多嘢俾我听。我完全唔记得你讲过乜喎。咁你记唔记得差二号俾个乜嘢俾你啊？冇啊。咁有冇讲过乜嘢俾你听啊？佢净系话我嗰度好劲咋。依家唔系讲笑嘅时候。我发誓我唔系讲笑噶。O K， 我信你嗰度好劲，但系对我哋揾翻张底片有咩帮助呢？你问我，咁我问边个啊？咁佢总共讲过几多个字啊？哦，你嗰度好劲。哦，你嗰度好劲。哦，我死啦。哦，系咁多啦。交俾密码组去解。系。Terry 先生，你爱国吗？你想帮国家做点事吗？爱之心，恨之切。但系我绝对冇颠覆个企图噶。唔使咁紧张。我只是想你醒起有什么漏了的时候来找我啫。哦，好多谢你的协助。现在的日本特务一定注意你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有人保护你的。好了，第三队入围的呢就是 Jigsaw。 喂，软嘢硬嘢，找到个 band 佬没啊？教我啊。富士山一号猛佬，富士山一号猛佬，喂，喂，啊，我哋组织除咗富士山一号，仲有个富士山一号猛佬嘅咩？啊，呢个嘢啊，黐咗条线啊，佢话搵富士山一号猛佬啊，同佢讲几句咯，边个？富士山一号猛佬喺度。你是否复自杀呢？哇，他叫那个富士山一号猛佬否复自杀喎。间谍生涯原是梦，日本间谍的生涯就更加是一场恶梦。不如我们为那个要否复自杀的同僚默哀一分钟了好吗？最后一队入决赛的队伍就是The Playgirls。 又话唔见佢，咪喺度。佢同班女讲乜嘢啊？太远收唔到喎，一定系传消息。Playback 睇口型，系。翻译官，系。荣啊，好荣啊，荣到痹啊！我引屎，我引屎为荣啊！点解？唔知点解啊？点解唔知点解啊？唔知点解点解啊？嘿，继续睇现场。系。人呢？佢去咗打电话。汉通电话热线服务。睇牙喺边度好？睇牙喺牙医度好。阿茂都知啦。阿茂都系打黎明国之后先知噶咋。咁你教阿茂喺边度啊？呢个系阿茂嘅私人秘密，我哋唔可以泄露噶。对唔住。唉，小姐啊。唔该，你话我知边度有牙医啦，我啱啱撞亲只牙。你系几多号啊？阿姐啊，宝岛售楼得未啊？好啦。
宝岛十号。最近的牙医在中原大厦八楼 A 座。出发，底片可能在只牙度，派人长住那里，上亲去的人都剥晒那些牙，油剥锉冇放过。先生，边位牙痛啊？睇过未噶？一啲都唔痛噶啦，嚟打针。你新嚟噶，打佢啊！自己晕低。带你出街啊！对唔住吓，唔紧要。好似狗屎咁臭。先生，贵姓啊？会咁噶，好嘢！不愧系宝岛人马，搵一串人跟住佢，随时报告最新行踪。Thank you.
你知唔知你好危险啊？我知啊，佢哋系危险咯，上车啦！哦。系，点啊？上头已经揾到你报案嗰条尸，而家查紧来龙去脉。为咗你嘅安全，我奉命24小时贴身保护你。贴身保护啊？咁我哋唔好周街走咯。算乜事？工兵大队 ，set， 目标人员正在回程，工兵大队马上撤退，你哋只有五分钟时间，立即还原，你哋只有五分钟。哇，乜咁多人收一部 lift 嘅？成架 lift 得我哋两个啫，孤男寡女喺部旧 lift 度，你联想到啲乜嘢？联想到乜？晕 lift 咯。晕 lift 我又唔怕，我最怕系曱甴症。啊，曱甴啊！曱甴啊，曱甴啊，好惊啊！有时行我真行到近死尾嘅。得啦，得啦。姐姐，姐姐，啊！一个昏迷嘅女人。一个清醒的男人在一间没人的屋里有什么可以做呢？太多事可以做，可以做爱不行，两个人都爱做才算是做爱，现在爱不爱做我都不知道，那怎么算是做爱呢？最多算是做什么而已。做乜就做乜啦，唔得，我唔可以做乜嘅。唉，好似做乜咧？唉，开心啊！做乜啊？我冇做过乜啊？做咗乜定系乜都未做啊？咦？你做乜啊？而家唔系做乜嘅时候，系讲乜嘅时候啊？讲乜？讲乜啫？唉 ，Terry， 你唔讲啊？佢唔中意讲嘅，佢中意做嘅。做？嗯。入冲凉房做乜啊？我中意做乜咪做乜咯。嘿。
佢点敢扮咁揿马桶嘅去水掣呢？哦，佢想个马桶有水咯。如果系咁简单啊，佢就冇理由猛揿马桶嘅去水掣啦。阮硬富士山，即刻检查渠道，睇下佢想冲走啲乜嘢。Boss，佢想冲走啲乜嘢啊？估都估到啦。咁你估到啲咩啊？唔知啊。即刻去查。系。好似系呢度咯喎，呢度系啊，你咁肯定？傻炳，哎，我对屎渠嘅了解认咗第二啊，都冇人敢认第一啦。啊？哎，旧年啫嘛，我就喺呢个东德协助咗30人去咗西德。前年我向呢个北韩暗杀金大东咧。哎，就在屎渠那里安全地逃去的啫。来大姐，哎，不要说了，好臭啊。哎，屎渠现在是臭的啦，废话。我想是这条的。你想是就是的。听声啊。没水声的。是的，为什么啊？做咩啊？原来我调转咗张地图嚟睇啊！吓，条屎渠唔系呢条啊？咁系边条啊？醒了，吃早餐了。哦，还有没晕啊？不晕啊。哇，这么多花的。你喜不喜欢啊？是我接来送给你的。送给我？那你不是整晚没睡吗？一晚半晚不睡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无所谓了。你好中意接花嘅咩？我中意接花，送俾你咯。你有冇男朋友噶？冇啊。咁，你嘅理想对象系点噶？男人咯。呢个一定啦。佢唔使好有钱嘅。啱听。仲有唔使靓仔，靓仔冇本心嘅，兼花心咧。我啊真系冇花心嘅本钱啦。主高度点啊？唔使高过我嘅，心头高，志气高咪得咯。我要打倒独裁嘅极权制度，我要拯救万民。欸，咁又高得滞啊！我希望佢音乐细胞添啊！嗯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喂，点解冇晒啲柱子噶？哇！搞边科啊又？呢个施肥咯，玫瑰花。喂喂，人有刺啊！啊，唔使讲啦，啊，大家目的相同啊！走上这段路，你对我浅笑低送暗号，
似有意不太着意，求明白始终不易，怎沟通怎么开始，是什么深深吸引我自问，你百变千变没法接近，戴上了冰冷墨镜，小嘴边闪出欢乐，一颗心完全没法可窥探，迷在你眼，情迷跌忘了小心，假住是最真。做咩啊？转移敌人嘅视线，等啲兄弟解决佢咯。放低手。北海道一号，问你唔使监视个 band 佬啦咩？我系嚟问你，点解监视我监视个 band 佬？仲有呢两个，撞板就多过食饭。如果搞我咗，咁我岂不是前功尽废？北海道一号，搞清楚，佢哋系我富士山分组嘅人，点做嘢由我嚟教，唔使你嚟教。咁你慢慢教啦。不过我话俾你知，如果搞祸咗，你孭唔起啊！唔使教我点做嘢，不如话我知你打算点做，等我配合一下。唔系搞祸咗，累你前功尽废啊！我今天约了他来我家 happy 啊！啊，约一个宝岛特工去你屋企啊！宝岛特工？冇可能，最冇可能是特务的人，通常是最劲的特务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为了组织的安全，我睇我都要带班手下去你屋企学下嘢噃，唔系唔欢迎啊嘛！咁好，既然自己人，你话点就点啦。入嚟坐啊。系。送俾我噶，啊系啊，咁你随便坐咯，我要唔要插好佢先啊？
死人啊！一阵你就知死，死到底啦！坐咯。过来饮杯酒先啦，嚟啊，嚟啊！我会醉噶。你醉咗会点噶？我唔知噶。放心啦，事后我话俾你听，你醉咗会点？我是不是醉了？当然是你醉了。那即是怎样？你眯埋眼先啦。对不住，我放了个屁那么响。不是放屁声，是拉链的声来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？你估下。你拉开个笔袋。不是，你估我仲读紧书咩？屋企边有笔袋啲咁嘅嘢啫。咁，你拉开你条裙嘅拉链啊？我条裙系冇拉链噶。唔通？吓？哎呀，我啲头发啦！对唔住，棘住个拉链，甩唔到啊！唔好拉啦！有冇胶剪啊？喺厨房啊！哦，我过去攞下。嚟啊！咁点啊？不如你去攞啊！我点去啫？咁一齐攞啊！啲头发啦，我哋一齐行啦，慢慢嚟啊！慢慢，慢慢，小心啲啊！系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哎呀！吓，走到啦，走到啦！跟住我啊！小心啲吓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痛唔痛啊？北海道一号想读占公路，跟住厨房。嗯。跟住我啊！喺边度啊？你想我剪咩啊？梗系剪你啲头发啦！过你喺临死前俾咗啲咩你？吓，冇啊！你唔讲真话，我乱剪噶啦！冇啊！我讲讲，我讲，快啲讲啦！佢俾咗两样嘢我。系咩啊？第一就到而家都未解决嘅麻烦，第二。是一个鼓励，他说我那里很劲咯。讲大话我跟你玩一下的。玩那没得玩的。玩这样的东西沾点点的。这么肉酸快点盖住它。竟有住家男人会嚟嗬？听唔听到啊？啊，听到，我听到你嘅心话有嘢瞒住我嘛？冇错，我系有嘢瞒住你。我一早就知啦。哼，估唔到俾你睇穿晒。使乜讲？咁即系有嘢交俾我啊？连呢样都俾你睇穿埋，过嚟啊！甜蜜笑面渐移近我，多少温柔仿佛不经意，记得佢啲歌词。清楚，没错，没错，其实你猜得不错，不必再问我心事，只需靠近我。心跳做拍子
可知心底远处在盼望美丽开始，无奈你假装不知，说未能回忆。难道你真的不知你未能回忆？难道你真的不知秘密原是你？歌我刘爷作的，你就俾呢啲嘢我啊？诶，等我一阵啦。哦，范爷官，系，问你多余啦，快啲住啦。佢冇可能系宝岛特工，佢根本唔知张底片喺边度，佢真系唔知。喂 ，Harry， 我系李平，你身边有冇人啊？冇啊。喂，你点知我喺度噶？点解会有人揾佢噶？嗯？唔好唔记得我情报界嘅，我仲知你个文锦郎中咗人哋嘅圈套添，你即刻出嚟见我。你讲乜啊？而家唔得啊，我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！我转一阵，好快翻嚟，等我吓。诶，软嘢、硬嘢，你哋识点做啦？你叫佢哋做乜嘢？你软工唔得啦，我咪用硬工啦。我俾一刻钟你咋？喂喂，你车我去边啊？车你去换裤咯。换裤？换完裤去钓鱼啊？喂，我唔中意钓鱼噶，次次我都钓到第样嘢嘅啫。佢根本唔系乜嘢香港警察，佢系日本帝国情报人员，代号北海道一号，同想捉你嗰两个日本特务系同一帮人。有冇证据噶？嗱，放心啦，佢哋未得到嗰张底片之前。你是不会有危险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顺水推舟享下延福添。不怪得你的，北海道一号的确是上帝的杰作来，如果我是男人我都会上钓的。啊，钓到了，是不是呢？我都说我钓不到鱼的了。顺便告诉你，不要太多手。他不被人摸的？不是他啊，是你摸过什么，那帮日本仔啊都会言之敢言，拆骨敢拆。我提醒你啊，系唔想你累咁多人啫。嗯？好，我信佢唔系特务。不过宝岛人马已经同佢接头。我谂我哋嘅计划需要修改。点修改啊？玉石俱焚。我哋得唔到嘅嘢。对方都不可以得到，再没办法令个 Ben 佬讲出底片的下落，我就要将个 Ben 佬消灭。家你 keep 住啦，拜拜。大少，我得闲啊，做乜琴晚唔翻工啊？今日马步马步都得啩，我而家好烦啊。好烦，因为冇粮出俾你啊。
这个世界有哪个不烦的？几十岁人烦忧郁，你估你真是日本那个玉置浩二啊？你弱智好二咋？那班 play girl 就跟住你啊，迟早变埋弱智好三啊，好四、好五、好六啊！你开心啦，佢哋食塞米啊！哼，正啊你！咦我，咦咩咩，叽哩咕噜，嘎啦嘎啦，咩咩么？你讲嘢？我应咗埋你啊！诶，你都唔讲噶啦，你打死我啦！黐线，一乜 Q？ 哎呀妈！哎呀唔好见我！哎呀唔好见我！哎呀杀人啦！哎呀佢两个想强我！哎呀！老土啦，唔系我啊！讲。My name is Fong。James Fong。话知你系方太嘅仔啊！一枪！讲啊！佢喺你耳边讲嘅啲乜嘢？佢话我点都唔讲噶，打死我啦！好硬啊！不愧为宝岛人马，好口硬啊！好嘢！你放咗啲乜嘢喺佢架车度？冇啊，我冇放嘢喺佢架车度啊。又冇放到嘢，一阵间就知道。哼！第三组报告，成功将全车拆骨，而家进入细微检查阶段。快啲走。系。同佢两个做功课。系。讲啊！你在他耳朵旁边说了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范无知。说啊，不是你的拍档受苦。我不是他拍档啊，我是他老闆来的。切，既然是他老闆，那你命令他说咯。Terry 啊，你说啦。说啊。好，我说，我在他耳朵旁边说。我点都唔讲噶啦，你哋打死我啦！你哋唔好再咁虐待佢啦，咁虐待法我好心痛噶。我哋就系要你心痛。我求下你哋唔好再咁对佢啦。Terry 啊，我求下你唔好再求佢哋啦，你求佢哋一次，佢就叫我一次啊。好，我唔再求你哋，你哋虐待佢啦，我唔会心痛嘅，夹啦。Terry 啊，我哋唔好再讲嘢啊。咁沙胆喺我哋面前命令佢唔讲嘢，死啦！老细啊，好彩佢净系夹你手指啫。如果夾你嗰度，你仲大鑊啊！嗰度，嗰度喺邊度？嗰度咪嗰度咯。快点走啊！
咁点啊？喂喂，你点得啊？执生得。好得意啊！好得意啊！你系边个？我哋有位忍者。忍者？啱啊！有多两件，带埋佢哋翻去。唔系我走啊！喂，间谍嚟噶！我话知你超人到啦！我又喊啊！我又喊啊！做咩带我嚟呢度啊？方便啦。点解唔带我翻屋企啊？唔方便。做咩事救我？方便。方便。救我系因为方便，你真系呃得就呃噶。我呃你？唔系你，北海道一号啫。乜你知道咗啊？系咁，你仲知道啲咩？咁仲唔够啊？咁你知唔知道我另一个身份系多伦多一号啊？多伦宇一号。不是多伦宇啊，是多伦多一号啊。我真名叫莉莉，叫我 Lily 啦。我是双重间谍。双重间谍 ，Lily， 你仲有咩瞒住我啊？我知道你一时间唔会信我噶啦。信你个傻佬嚟噶。但系有样嘢，我真系冇呃到你噶。我真的没有男朋友的，你不信啊？信信啊，信你就傻佬咯。那你只是玩我啫，你也挺好玩啊。嬲啊，不玩得啊？你真的没有男朋友？你呀、啊，要我讲几多次先信啫？唔好唔记得边个救你呀、啊？你写俾我嗰只歌好好听啊！等我咯、啊，嗯。No!
李珍发达咯。喂喂喂，我竟然收到脚提电话嘅。喂，喂，呢位 ，Harry 啊，系，我系李平，宝岛一号啊，我哋保护你嘅人唔见咗你，你冇事嘛？冇事，都唔知几 happy 啊。你同北海道一号一齐？你点知嘅？佢唔知北海道一号啊，仲系多伦宇一号添喎。唔系，佢仲系多伦多一号添啊。你梗系混紧龙。少少啦。唔好讲咁多，呢家好危险啊。我好危险。Terry 啊 ，Terry， 喂，跟住前面嘅车，快啲！哦，好啊。司机，跟住前面嘅车系嘛？唔系 U-turn 啊，快啲！我听过人讲移民去多伦多，但系未听过多伦多呢个代号。不过救我呢镬唔似系扮嘢咯。唉，本来我唔想讲俾你知嘅，因为你知道到越多就越危险。但系睇你俾佢呃成咁样，我又唔忍心。根据我所知道，北海道分组里头系有好多苏联特务潜伏响度嘅。苏联特务？冇错。北海道一号好可能是苏联 KGB 的乌苏里江一号。唉，乌苏里江、北海道、宝岛、KGB， 唉，仲有多伦宇。情报界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。为什么会跟我这么复杂的世界扯上关系呢？人海茫茫之中被你撞到，你都算好彩。其实一日都是我哋宝岛人马唔好死响你架车度，放心啦，我哋会补偿你嘅。啊，好烦啊！你哋，我点知道底片喺边度啊？好烦啊！我点知道尸片喺边度？好烦，好烦啊！你攞多啲啊！喂，你哋两个即刻去兵佬屋企，小心睇住，等佢翻嚟。软嘢硬嘢，你哋而家喺边度？我哋而家喺青山偷渡紧出嚟啦！你哋即刻上个兵佬屋企。我接下嚟啊！哇，咁大雞尾點食啊，大佬？哇！驚唔驚？痛唔痛？
我哋好似未攞嘢咁喎。Harry， 你老老实实话俾我知咩啊？你到底系咪特务？切，你顶系识我咩？喂喂，你咪行住啊你！我知道你啲做特务嘅好识掩饰身份嘅，灯都唔开，咁神秘。我间酒吧绝对唔想惹上呢啲咁嘅人啊！我费事第日啊，成间酒吧俾人炸咗啊 ！shot 咗啊，真啊 ！shot。我为了你被人夹啊，唔慌唔缩啦，足足缩咗成串啊！冇所谓啦，你都冇用噶啦。哎，我攞支汽水俾你饮啦。唔使啦，自己嚟得啦，费事你落毒害我啊！我嚟攞啲水嘅啫。你哋继续，哼 ，Terry， 你呃我唔到嘅，你系一个特务。喂 ，James， 你嘅电话 ，James， 真系惨啦！间谍生涯完事梦咁就收工啦，未收工呢？收线，你真系离谱啊！决赛咁大件事都唔记得攞谱，咁唔系离谱啊？咁冇谱啫嘛。嗱，谱啊，我攞罐嘢先啊。唉，边挑过又唔识件事啊？咩事？老鼠啊！大仔，琴佬，唔系啊！你阿妈咩咁旧厨房咩咁惊喎？去睇下。有咩？死尸啊！鱼嘅死尸啊！唱歌又唔叫你咁好戏，你有咩事先得噶你吓吓我啊！好惊啊！你睇下嘛，冇嘢啊！睇啊！睇啊！睇啊！冇嘢啊！真系冇嘢啊！冇理由噶。我今晚成晚见到死尸，我明叫死尸挂咗嗰度噶。黄师傅话：人一紧，僵就产生幻觉啊，知冇？唔系啩？唉，我都要洗咗洗个面先啦。喂喂，吓，阿泽唔该你，唔好乱咁嗌啊。OK OK， 我见到乜嘢都唔出声。指甲花。过嚟嘅，一定幻觉嚟嘅，幻觉嚟嘅，幻觉。唔使咁劣喎，揸住先啦，等等我啊。人一紧就
温特坦，你幻觉。黄师傅讲得啱嘅，真系。唔出走咗去啊！啊！我出声会走得甩咩？咁又系，不过你而家咪喺我手上。你想点啊？对你啊，我仲可以点、啊？你想点都得噶啦！你又北海道一号，又多伦屿一号，话唔定就系女杀手一号、北见屠夫一号添、啊。讲到尾，你真系唔信我啫？做咩打我啫？睇嘢。看嘢，睇咩啊？你嗰度好劲噶！我明啦，明咩啊？做咩掉我啲嘢啫？喂 ，Harry，Harry 啊！喂，喂 ，Harry， 喂！Harry 啊，你做咩锁住我啫？喂 ，Harry 啊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喂喂喂，呢边啊！喂，喂喂，呢边啊！喂喂喂，呢边啊！我揾到张底片啦，点样交俾你啊？你话咧？我哋今日决赛，我而家揸去演艺学院门口等你 ，OK？ 系咁啦。底片嚟啦 ，Harry， 千祈唔好过去啊，好危险噶。咪喐，再走一枪打死你。你终于露出你嘅真面目啦。其实我都系被逼嘅咋，讲真啦，你而家真系走过去，我都未必会开枪嘅。搵傻佬信你都得啦，乌苏里江一号。傻佬啊，边个话俾你听我系乌苏里江一号噶？系宝岛又话我知嘅，表面上你就系北海道一号，同我讲你就多伦屿一号，其实你就系乌苏里江一号就真。Terry， 即刻过嚟我呢度。我过嚟佢会一枪打死我嘅喎。你唔行过嚟，我都会一枪打死你。吓？佢
话，你唔行过去，佢就一枪打死你啊！连你都系咁，佢同你有亲啊！佢真正嘅身份系天安门一号啊！如果佢手上有坦克车，一车碌扁你都有份啊！天安门一号，李平，你系天安门一号，我系几多号都好，响呢度唔到你呢个冇国籍冇身份嘅香港人讲嘢。你听下佢讲嘢，几次佢顶爷啊，封建残暴法西斯，你千祈唔好将底片交俾佢啊！你们射我啦！喂，找誰？我找我的女兒。找女兒？找你回家啦。我是 Playboy 經理人啊。什麼話？我是 Playboy 的老闆添啊，怕事。啊？哦，不肯我。靚女，有沒有怕事啊？嗱。
你做咩嚟啊？中华民国文物保护局组长请我嚟攞奖金咯。多谢你帮忙，我系组长宝岛一号。唔好再玩我啦，底片都俾咗你啦。Terry， 我边有玩你啫？上次李平利用我哋午膳时间冒我个名喺度接见你，系佢哋嘅本事，我嘅疏忽。后来我不断转换身份，系我嘅职业需要。当时俾你知道我真正身份对你不利，咁样做都系为咗保护你啫。所以我冇玩你，嗯？你仲唔信我？其实呢，有啲嘢我真系冇呃你嘅。你冇男朋友？嗯。你唔中意靓仔嘅，佢唔使高过你，唔使，仲要好有音乐细胞，系。老公嚟啊！我同你哋介绍，呢位帮我哋揾翻批国宝嘅 Terry 先生。哦 ，Terry 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先生系国家管弦乐团总指挥。李太段，送暗号，似有意不太着意，求明白始终不易，怎沟通怎么开始？是什么深深吸引我自问？你百变千变没法接近。戴上了冰冷墨镜，小嘴边闪出轻骂，一颗心完全没法可窥探，迷在你眼，情迷蝶网要小心，假住是最真。微笑令我困惑，送钻戒偏说是他，好鲜花可惜短暂，好新歌摇头便说赤不挂。